哇，太幸福了！羽毛球人的婚礼啊，感动。对，我昨晚写的怎么样？可以，真的啊，文化有限，真的。参加婚礼怎么能不随份子钱呢？还好现在科技发达，没带现金，转账。我也想去参加更多的我们球友的婚礼，然后去见证大家因为羽毛球而获得的幸福。各位家人，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我非常荣幸能以证婚人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婚礼。今天赵新磊先生和王希小姐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。他们相识于羽毛球场，共同热爱这项运动已有8年之久。热爱羽毛球的人往往都自信、阳光、干净、简单，他们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真爱。羽毛球场地上球不落地，追求就不落地的精神与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不谋而合。爱情或许只需要两颗心紧紧相依，但婚姻则是爱情与责任的结合。作为证婚人，我郑重宣布，赵新磊先生与王希小姐从此结为夫妻。我愿意见证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们将以一生去守护对方，呵护对方，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心心相印。我也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看到他们白头偕老，共享美满幸福的时光。如果他们的孩子将来也热爱羽毛球，希望继承父母的这份热爱，成为一名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。我承诺，我一定会尽我一臂之力，全力支持，共同实现我们的羽毛球梦想。谢谢大家。我把我最宝贵的人交给你了，希望你以后能够叫我爷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永远呵护他，爱他。一步走，咱走到 T 台位置，准备掏花了，好吧？羽毛球人的婚礼啊，感动。捞席捞席。